古巨基徐子珊及 GEM 近日受邀出席新城十八巨星汇聚慈善音乐会记者会，音乐会于下周三举行，届时演出歌手将有谭咏麟、刘美君、梁汉文、 Swing、 侧田及泳儿等。 GEM 笑言，小六时就已经听过鸡仔的歌曲《有共情》，鸡仔听后显得一脸的尴尬，唱《有共情》啊，点解啊？点解啊？系咪偶像嚟噶？唔系，因为我记得咧，我小六毕业嘅时候。身体不适，一度被怀疑传染了甲型流感，经过一系列的检测才排除了甲流的可能，不然身为艺人的他将很是为接触过的朋友们感到担心。虽然医生叮嘱要鸡仔留院好好休息，但忙碌的日程却让鸡仔难以有闲暇卧床养病。还好的是后来就知道不是流感，那就再留下来去验血，就看到底什么原因就有发烧。后来大概估计就是跟食物感染有关，现在已经过了今天第三天了，已经没事了，中间有这几天有吃药。鸡仔曾经因为奖项的问题与星辰闹不欢，更绝迹星辰两年，今日再度与星辰合作，可以说是破冰第一集。为了今次的演出，鸡仔和公司也特别做了日程上的调整。鸡仔同时也透露，30号当晚的很多演出的细节都还没有确定。本身就是第二天要到澳门出席一个国庆的大型的活动，那所以当晚的这个30号当晚的这个演出其实是要有点 schedule 上面的调整，就是为配合这个show 而迟一点过去澳门。